大家好，我叫王铎，是一个演员。最近吃的外卖很多啊，都是重油重盐的，感觉很不健康，也很容易发胖啊。今天呢，吃点清淡的。今天那个吃那个泡面，就是自己做嘛，就不是那种外卖很油的那种，带汤的什么的，然后料包很多，里边还有特地还有加油包。所以今天我们吃一个拌面，这是我新发现的一个拌面，以前从来没吃过这个口味。当然这面是刚煮完过了凉水啊，还没有加料汁。它这个料汁呢也很单一，就这一包。它这个口味叫什么小萝卜拌面，我没吃过，我感受一下，如果一会儿好吃的话，我再把那个包装袋给大家看一眼长啥样，你们也方便可以去尝尝。我先把料倒进去。哎呦，这料看着也有点油汪汪的呀，但是不多啊。这个味道，哎，感觉可以推荐给你们，是酸酸甜甜，特别不腻嘴的那种感觉。里边还有那个小萝卜末，就是那个就是的确是里边有萝卜啊。就刚才这个煮这个面的时候啊，就感觉这一包其实这个量挺少的，所以呢加上这个小萝卜这个面我没吃过，我很怕不爱吃，然后特别难以下咽。然后呢就是我这个人办事儿也比较周全啊，大家也都知道，所以说呢就我又准备了一包以前常吃的一个面，这样的话呢即便是他翻车了，我也可以用那个面填饱自己的肚子。那这面是这个也煮好了啊，这个就是过了一起小下凉水，它就是还是得保证那个热度。这个是炸酱面，把这个也给拌了，要不然一会儿面都坨了，吃不了就浪费了。这现在放了一小会儿，已经有点坨了的感觉。现在看着没啥食欲啊，但是这个面拌好之后特别有食欲，看着就饿。这全都是碳水啊，这样吃饭不行。必须就是人呢有三大那个必要的营养元素，碳水、脂肪和蛋白，这三样是缺一不可的，否则身体就会吃不消。所以呢那蛋白呢，我今天搞了一个这个糖心蛋，我不确定糖不糖，一会儿给它敲开看看它什么情况啊。然后这个呢就是相当于有蛋白也有脂肪的两根香肠，这三大营养元素这不就配齐了吗？于是说常务兄弟奔奔奔跑过来对大家说一声开机大吉。哎呀，常务兄弟就这个味儿，你说喝一辈子我也感觉喝不够的，就神奇。当然呢今天也有幸请到了我们可爱的女主角小芬芳女士，吃面怎么能够缺少小芬芳的加持。我的餐齐了，我开动了，我先尝这个没吃过的这个吧。这个面口味有一点点啊，一点点像东北的那种冷面，酸酸甜甜，然后是拌面，它没有那么多汤的感觉，但是它这个味儿很足，一丢丢的辣，一点点，非常少，不能吃辣的朋友可以尝试啊，那味道还不错，推荐一下，就是这个，然后炸酱面是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了吧，这个还有点甜，我说实话，甜的吃多了就不行，你得配咸的，要不然容易腻了，来口炸酱面。那回小芬芳，这个太好吃了，甜的还是得配咸的。来口这个肠，这肠是偏甜的，还是来个小芬芳。这家这个面啊，还是挺讲究的啊。你看，这个凉面，它是非常非常细的一根一根的那种面，煮的时候呢，那个说明书上写就煮3分钟就可以，煮完呢也不会就是很软，尤其你过完凉水之后还会更有嚼劲一些，面条很细很剔透的这种面。然后这个面呢它就是很粗，然后特别的弹牙，特别有嚼劲的这种面的口感。
比较适合炸酱面的这个酱料的感觉。然后这个呢就很清，不能说清寡吧，但是至少它就是有一种小凉菜的那种感觉啊。再来一口，很下口。所以吃这个面的时候呢，基本不用配小三方。如果觉得这个面的口味不够浓重啊，不够刺激，可以来一段小妖娆，小妖娆配这个面应该是可以。哎，对，我还有个蛋，把蛋看一下啊，它是不是糖心儿？糖心是挺糖心啊，但是它倒不出来了。这个是糖心蛋啊，我可能分析错了，糖心蛋还是得剥。我以为是那个温泉蛋呢。哎呦，这个蛋弄的是挺成功的，怪我这个开启方式不对了。支离破碎的鸡蛋拌一下，我是剩着一口的小萝卜拌面，很嫩，这蛋真的很嫩。拌完是呈现出这样的不堪的样子啊。朋友们，你们可以试一下啊，就如果有这技术能做出这种分量的蛋，其实这吃这个拌面的时候配个那个这个溏心蛋会更好吃。我后悔有点加晚了啊，清淡的口味变得浓重了些许，同时蛋的香气跟这个面的味道结合，可以说是比翼双飞啊，俩人都变得更好吃了。现在好专心致志干我们的这个炸酱面，有点坨了，我不耽误它的味道。炸酱面配点这个肠，主要是这个小芬芳在嘴里爆开汁水的那一刹那全对。再来一口，再来一口小芬芳，喝口肠我准备压压惊。最后一根肠，这个肠的口味也很像台湾香肠，甜香的口感，肥肉的占比些许的多，所以它会爆汁，它那个肉汁的浓郁程度也算得上惊为天人，总归就是很成功。最后一口配着肠和这个，就不给它缠绕了，今天没戴手套。咸香，一点点甜的甜味的炸酱面，配上猪肉味极其浓郁、香甜的肠，在你嘴里一顿覆雨翻云，再塞上定海神针般存在的小芬芳，三太子吃的都得摇头，真的太香了！哎呀，饱饱，简简单单又吃一餐，也是你说这玩意儿，天天吃外卖。吃那种大油大盐的东西啊，的确不健康啊。自己没事在家做点吃的，你看这不也吃的挺好吗？还是家里边做的好吃。好，那长谷兄弟跟大家说个再见。来，长谷兄弟，走你。今天这麦有点柔情似水了，是一首苦情歌。行了，不跟大家贫了，我就合计下顿吃啥了啊！感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
哎，那个面酸甜口那个啊，喜欢酸甜口的那个口味的朋友们可以试一下。这个如果你喜欢这个口味的话，这个面的味道还是很值得一试的。好，感谢收看，再见。